这不，你来试试啊！这样就完美一世。居然还敢来！今天我让你有去无回。武林退散，看来时空融合是唯一的解释。时空融合？对。我们还在同居的试用期，有点小摩擦很正常。 什么同居啊？我们是室友。我们不是普通室友，我们是秘密室友。你是不是偷偷喜欢我？说话也太浪费时间了。不过我真没想到，你居然是来自未来的人。是你来自于过去。那2022年的我在哪儿呢？在干什么？将来，你到底该不会把真相告诉你？ 时空融合给了我们金手指，也许就是给了我们改变命运的钥匙。你们不要再有牵扯了，你就在2022年好好的生活。没有你，我怎么可能好好的？要从命运的手里救回我喜欢的女孩。我们真的能改变命运？明年一起看烟花吗？